我小姨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，脸长得奇丑无比。听说看见她脸的人晚上还会做噩梦。哦，我晚上要做噩梦了。你在干嘛？哎呦我的妈！现找小姨夫，我小姨身材苗条，大长腿，长得贼好看，年薪六位数，没拍过拖，寻找同等条件的男人。算了，是个男人就行。哎呦我的妈！谁能想到我这么个又懒又丑的屌丝，竟然有个这么好看的小姨？还这么疼我，你说气不气死人？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怎么样？不行！不行！哎，这段看着还行哦，试一下表情做足一点。来 ，X 型。嗯，就这套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姨，嗯，晚上要煮你的饭吗？讨厌！这破饭怎么做的呀？我跟你说，你今晚加班给我做，做不完不准走。小外甥，吃饭吗？我给带饭啦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谁让你在这里加班的？嗯，公司不是明文规定不能加班吗？嗯、加班要扣钱的。需要我送你们回家吗？蹦下个那个，蹦下个那个哦。哎，那个你好，你是今天第一次过来报道吗，师妹？对。来，我来帮你拉行李。哎呀，一个女孩子来到这里也不认识什么人，这样子吧，我们交换一个微信，方便以后联系嘛。哎，师兄，回来看母校吗？哎，别管他，我们继续。哎，师姐，你实习的公司还需要人吗？没有吗？小姨，我出门拍拖没钱了。去哪去说？女朋友说没车就不用去接她。去哪去开一个月？我女朋友还说我衣品不行，比不过她前男友。到账100万。啊，那但是换衣服不用这么多钱啊。我要你换女朋友。你给我过来。衣服都堆成山了，你都不准备收拾。我正准备收拾啊。那我正准备收拾。一天除了吃喝拉撒，你还会有什么优点？我当然有。你有什么优点？我小姨很好看。嗯。你小姨很好看。你小姨的确很好看。你别笑，来收拾。哎呦我的妈！送外卖的。啊，你好，一共30。啊，可是我没钱呢。没钱你还叫外卖？你们在干嘛呀？哎，你看我小姨值多少钱啊？哎，我把小姨抵押给你吧，拜拜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啊，你什么时候过来我家我都可以。什么？你在楼下啊？哎，小姨家。没有没有，我一个人住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哎，你是不是要去他们家住啊？啊，没有啊。有的有的，你去他们家问问就知道了。今晚好好玩，不要回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姨，我约了朋友，我要出去蹦迪。蹦什么蹦？这么晚了，你妈知道肯定会说我。外面社会那么乱。你好了吗？就等你一个了。这么晚了他。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去吧去吧。等一下。这么晚出去很不安全，我陪你们吧。嗯，等一下放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兄弟，刚才里面这个女的送我一杯茶。哎哪里啊？就是那个穿粉衣服的。咦，这不是我小姨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是我小姨，身材看得不错吧，脸也长得还行。但是我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一张嘴毁所有。小姨，你在干嘛？好热，开风扇。洗个澡先，摇头。舒服。嫂子！哎呦我去！